一首优美的《醉西楼》，有没有打动您呢？感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掌声，欢迎我们所有朋友回家，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支持，感谢大家辛苦了，朋友们，辛苦了，朋友们，感谢空谷幽兰送来的妙笔生花语，谢谢空谷幽兰。一起点点关注，然后大家跟着动感的音乐节奏，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好不好？目前咱们是66万赞，我们一起双击屏幕冲刺我们的第一个100万赞。
所有朋友的点赞，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赞不要停哦，朋友们。直播间每位朋友，感谢寂灭，谢谢心灵，也谢谢所有朋友的人气票支持和助力，咱目前已经人气榜第八名了，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一张人气票，大家可以一起对我们手中免费人气票一起送出来，不要浪费哦，谢谢大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左上角可以一起点点关注。
感谢小飞龙，谢谢小飞龙妙笔生花语，谢谢所有朋友的点赞、人气票支持，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每一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们直播间大家有没有知道名字的？哎，我们刚刚好像有报幕，哎，我们刚刚有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渡红尘》，一首来自乐童的歌曲，不要叫乐童还是乐童？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欢迎所有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的脸好像又红了。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每位家人朋友们，谢谢若晨，感谢艾伯特，谢谢心灵，感谢天书，谢谢乔不逊等等所有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一首别知己送给大家。
首《别知己》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谢谢，感谢若尘。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感谢蛮哥，谢谢蛮哥，十里桃花，感谢蛮哥。
一首来自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古筝音乐直播间，大家如果觉得好听喜欢的话，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情缘巴士站。我们一起公屏上一起打一波感谢，谢谢芒哥十七级守护，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大家一起一边听曲一边双击屏幕点点赞。刚才这首歌叫做《情缘巴士站》，芒哥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和点赞，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辛苦了，朋友们。
谢永成。我们来一首花季送给文哥以及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悠然若雪，谢谢你送来的人机妙语，感谢心灵，谢谢心灵的红包雨，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点赞和人机妙支持。哇，感谢文曲星，哇，谢谢你送来的十里桃花，谢谢文曲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人机妙支持，感谢蛮哥人机妙连击，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一边听曲的同时，我们一边双击屏幕，一边点点赞，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一首
张宇送给大家。再次感谢芒哥的实际性粉丝刀牌，感谢肉尘，谢谢文曲星，欢迎文曲星，感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感谢大家100万赞。送给大家，卡咱卡了吗？谢谢，感谢若尘，谢谢若尘送来的璀璨舞台语，好听好听。弹古筝手要灵活，脑子也要灵活，身体也要协调。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若尘，感谢南苑，谢谢艾伯特，感谢心灵，谢谢桀骜不驯，感谢天书，谢谢东方夜，感谢心想事成，谢谢北冕座，感谢快乐相望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好听，好，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
觉得好听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双击屏幕帮我们一起点点赞。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谢谢大家的关注。大家昨天有没有看世界杯？早安轮回，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首加油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加油，最后五分钟的时间一起加油，目前我们是人气榜的第八名。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一分钟，最后的一分钟，大家可以一起，我们最后的时间一起清空手中的人气票，一起清空我们手中的人气票啦！最后一分钟，领先第二名，什么意思？第九名了哦，家人们，我们现在还是北京第一名呢，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和助力，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加油，对，我们现在第九名了，人气榜我们第九名了，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危险啊，朋友们，今天的竞争比较激烈，我们小心他们后面有可能会有偷的，看看，来，最后的一分钟，大家一起清空我们手中人气榜，谢谢云飞翔，谢谢舒玉，感谢真
小事神，感谢若晨，谢谢桀骜不驯，感谢小万岁，谢谢用户902，感谢远山是你，谢谢北碾座，感谢真心真意，谢谢飘落的枫树叶，感谢耕耘，谢谢子安，感谢少爷，谢谢祥山积水，感谢地，谢谢星辰，感谢雪花，谢谢快乐相望，感谢南苑，谢谢艾伯特，感谢申大叔，谢谢天叔，谢谢三少爷的剑，等等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谢谢大家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哇，拿下！感谢艾伯特送来的璀璨烟花，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每一张人气票支持和助力，祝我们再次拿下了我们今天的红色粉丝牌，太厉害了！感谢三少爷的剑，谢谢云飞翔，家人们一起公屏上我们打一波拿下，再次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辛苦了，谢谢南苑，感谢若晨，谢谢艾伯特，感谢紫星云，谢谢心灵，感谢桀骜不驯，谢谢天书，感谢默许，谢谢东方夜，感谢心想事成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一起把拿下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谢谢心灵的红包，感谢南苑的红包，火红的粉丝灯牌，一首火红的粉丝灯牌送给大家，笑得最灿烂，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辛苦了，大家一起看我们的粉丝牌即将变红啦，哇，我们还同时拿下了我们的北京地区冠军，感谢每位朋友，谢谢大家，
支持和助力，祝我们再次拿下了我们今天的红色粉丝牌。谢谢每位家人们，辛苦了辛苦了。好，那大家可以一起左上角点点关注，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黄色的爱心呢，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花桥流水。谢谢大家的小心心，感谢所有朋友的掌声，掌声鼓励。舒晨晚上好。晚上好。你好。舒晨是为这个舒晨是这个古筝专业古筝演奏啊，这个特别特别优秀，多次登上我们的 CCTV 的舞台啊。谢谢。然后我们阿斯曼也是我们阿爸阿妈的原唱啊，阿爸阿妈的这首歌曲的原唱啊，大家都很熟悉。然后我们庆塔老师呢，也是一位这个藏地的优秀的歌手啊，然后有很多的代表作品，都是专业歌者。很高兴认识大家，那我们就来一个才艺局，好不好？好的，大家一起就四三二一，4321。好的，行，那我们谁发起呢？那我们发起一下，我发起吧。好的，稳重吧。好。那我们就先闭麦了，老师们，一会儿见。好的，一会儿见。好的，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家人们继续点赞，我们不要停哈。好，接下来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一起双击屏幕帮我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欢快的歌曲。醉在我心头，
好，大家一起一边听音乐一边双击屏幕继续帮我们点赞哦。感谢艾伯特小星星鱼。
一首背景音乐吧，叫做《惊艳》，送给大家，好听吗？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可能这首作品可能全曲演奏的话，大家可能听着会重复性稍微有一点大，是不是？翻书好快，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南苑，谢谢艾伯特，谢谢肉尘，感谢地，谢谢祥山吉水，感谢小万岁，谢谢清风明月，感谢子安，谢谢浩瀚等等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哇，感谢艾伯特、糖果飞船，谢谢肉尘嘉年华，感谢南苑的嘉年华，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辛苦了，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非常有意境的一首作品，我觉得这首作品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安静的冥想。哇，好听好听，感谢大家，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谢谢，感谢南苑，谢谢若晨，感谢艾伯特，谢谢地，感谢祥山吉水，谢谢心灵，感谢小万岁，谢谢清风明月，感谢子安，谢谢浩瀚等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辛苦了朋友们。谢谢涵涵姐的大力支持，涵涵姐辛苦了，谢谢。哎呀，感谢，没想到真的是，感谢您，谢谢涵涵姐，家人们，谢谢涵涵姐，谢谢圆圆，谢谢圆圆，谢谢涵涵姐啊，感谢大家，谢谢兰子姐，谢谢，谢谢春间，谢谢小哲哲，谢谢小洋洋，谢谢小淘气，谢谢依依，谢谢雪纷纷，谢谢林普英，感谢大家的支持，辛苦了，近六十才保险，家人们可以点点赞啊，周老师太厉害了。大家好，好，我们开麦啦。好，这个差别太大了啊，没事，我们这才一局嘛，然后就展示一下对，都这么厉害，好的，太厉害了，对，咱们家都是众筹的，飘啊，使劲努力，就是感都不行，差距太远了，谢谢啊，谢谢大家的众筹，谢谢大家，我们就来，我先来啊。送一首，家人们都在点，就送。哎，刚才任青塔是不是听了唱阿爸阿妈？没有啊，阿爸妈没有吗？刚才没唱。哦，那就献一首阿爸阿妈啊，送给所有我们对面的家人们，然后送给直播间的家人们。说我的话筒有点不清晰，我也不知道，听一下。阿爸妈，给我温暖的家，太阳一样一样的爱呀，抚养我长大。我心中的菩萨，月亮一样一样的爱呀，伴我走天涯。祝我们全天下伟大的父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加西德勒，谢谢礼物，谢谢大哥的支持。阿帕妈，爱与圣经没有
马东扎威扎威吉哇吉尼阿拉索雄耶，我的阿爸我的阿妈，孩儿哟说不完的心里话，就像满天的星星闪耀着您对我爱的光环。南亚吧南亚吗我们阿鲁七七草为四的此日诺家就像满天的星星啊，闪耀着您对我爱的光环，闪耀着您对我爱的光环。真好听，真好听，很有穿透力。对，话筒太好听了，好温暖啊！我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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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那个程锦，妙老师，你先休息一会儿。到我了，到我了，你先停一下，青塔老师。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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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来了，已经来了。艾伯特，开始了。天书孤魂，哎呀，你先休息一会儿，你放什么声波？在那东山顶上，送给几位老师，还有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四个直播间的。西索马吉阿米哈勒伊拉空空西索，哎呀咿呀拉尼索马吉阿玛，哎呀咿呀拉尼索马吉阿玛。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哎呀咿呀拉尼索玛吉亚玛，哎呀咿呀拉尼索玛吉亚玛，玛吉亚玛。一嗦巴呀啦呀咿呀呀啦你嗦，玛吉阿玛玛，玛
嗦巴呀啦呀咿呀呀啦你嗦嗦巴呀啦呀咿呀呀啦你嗦啊咿嗦巴呀啦呀咿呀呀啦你嗦谢谢大家，谢谢。哎呀，好听啊！真好听，真好听，原生态的声音，对，太好听了，厉害，厉害，厉害！咋激烈呢？你是？哎，谢谢。给我们青岛老师，还有我们孙恩、阿斯曼老师啊，周淑辰老师，大家都点点关注。那米尔唱一个《成吉思汗的传说》，嗓子有点不太好啊，献丑了。送给我们四个直播间的好朋友们。谢谢我听到这首歌，谢谢。深深的铭刻啊。
首成吉思汗的传说啊，谢谢大家。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哇塞，这个感冒的状态都这么好。对，谢谢，感谢。太稳了，这歌特别不好唱，我刚才也唱了一遍，真不好唱。那给三位老师，细节，妈呀，处理的好。对对对，细节上，谢。那个，谢谢那个，哎，你平常那个是怎样？对，你气息又足，细节的卡。天生的，我觉得米尔老师应该是天生的。对，过奖了，各位老师啊，谢谢夸奖，谢谢。我也觉得有些条件，他天生带有啊，然后后天再努力就完美。后天练的还真。他那个我们这个先天也那个吗？后天也不努力。没有，我那可不是啊，你这么优秀了。真的，我经常气息不够，老师都能学习啊，真的。我经常气息。那我们邀请我们舒晨老师啊，给我们演奏一曲啊。风格类似嘛，送给大家一首《白马》，送给大家。好。帅气，太飒了，太酷了，对，夸奖，
塞，真的真的特别优秀啊，家人们，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老师。过来的都是高手，老师们个都这么优秀啊，太棒了太棒了，正好挺高兴认识大家，对。这技术，嗯，对，大家都互相点点关注，非常优秀的歌手了，对。好，那各位老师呢，我们就今天连到这里了，很高兴和各位老师连麦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大家了。好的，舒晨老师，还有倩倩老师，还有阿斯玛老师，嗯，好嘞，那我们下次再见啦，好的，一路长虹，再见，再见，好的，嗯，拜拜，拜拜，嗯，好的，好，拜拜。谢谢大家的掌声点赞，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辛苦了，感谢南院，谢谢院长，感谢蛮哥，欢迎蛮哥回来，感谢若晨，谢谢艾伯特，感谢心灵，谢谢地，谢谢紫星云，感谢天书，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一飞中天，快乐相望，小飞龙，空谷幽兰，真海等等所有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你们觉得这首作品好听吗？大家回来啊，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辛苦了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古筝音乐，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要离开，不要走开，我们直播间会给大家很多风格，不同风格的歌曲，不同风格的音乐，好听好听。好，那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星湖里起涟漪，送给大家。独一无二，感谢大家夸奖。小小的星湖里起涟漪，一盏盏甜蜜Thank you.
戏，大家抢到红包的我们左上角一起打一波感谢，好不好？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掌声和点赞，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优美，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月牙泉。感谢紫星云，谢谢大家的掌声，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好听好听，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每一位朋友，感谢南苑，谢谢芒哥，感谢若晨，谢谢艾伯特，感谢紫星云，谢谢地，感谢天书，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谢谢一飞冲天等等所有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觉得好听的朋友我们记得左上角点点关注，我们现在191万赞，家人们继续双击屏幕点点赞。
大家自助，我们都已经打到第七名了，感谢大家辛苦破费了。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感谢南苑，谢谢南苑的红包雨，感谢蛮哥，谢谢若尘，感谢艾伯特，感谢紫星云，谢谢地，感谢天书，谢谢小万岁，感谢默许，谢谢一飞冲天。对，一首琵琶语送给大家，喜欢这个声音。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和助力。柔情似水，对，这首是一首比较温柔的作品，是吧？那我们直播间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困了，想不想醒一下？
要不要清醒一下，朋友们？想清醒一下的朋友在公屏打一，想清醒我就带大家清醒一下。要不然大家可能放着我们直播间，然后一晚上手机就会没电的。不用了，谢谢。其实不是属于大醒，属于初醒，如梦初醒的感觉。谢谢小月，感谢小月掌上明珠雨，欢迎小月回家。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谢谢大家辛苦了。醒了，我们直播间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还有没有想听的曲子？好听。感谢大家辛苦了，那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没有让大家特别醒啊，就是小醒一下。哦，我们今天没点曲是不是？那我们来点一首作品吧，点一首作品送给大家，都辛苦催眠曲可以点。好，那我准备五个数，家人们，我准备截屏了，五、四、三、二、一。对，点曲的朋友加新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先加入我们粉丝团。你看啊，今天哇，来自我们十二级粉丝团简单点了一首我们的原唱歌曲，点了一首酒酿，
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酒酿》，再次送给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点赞。小月的掌上明珠雨，开心啊，大家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谢谢大家。那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难舍难分，作为我们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陪伴支持和聆听。感谢芒哥昆仑神功，谢谢。
怎么虚了呢？大家看我是不是模糊了？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朋友们，再次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的支持陪伴，辛苦了大家，感谢大家。然后呢，谢谢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朋友的214万点赞，感谢大家的200万赞，辛苦了。然后谢谢我们所有朋友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感谢大家送来的每一张人气票，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支持。同时呢，也感谢大家一起支持，祝我们拿下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地区第一名。同时呢，我们还晋级了我们100进50的这个嘉年华参赛。再次谢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辛苦了，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谢谢大家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好看美丽的画面，然后也谢谢所有发红包的朋友们给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红包福利，辛苦了，大家一起公屏上我们打一波，感谢大家辛苦了，好不好？谢谢萌哥，谢谢萌哥海上生命粤语，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感谢萌哥，谢谢南苑，感谢入晨，谢谢艾伯特，感谢紫星云，谢谢弟，感谢小月，谢谢天书，感谢小万岁，谢谢默许，感谢一飞冲天，谢谢快乐相望，感谢心想事成，感谢北冕座，谢谢少爷，感谢空谷幽兰，感谢真海，谢谢三少爷的剑，谢谢徒手线，感谢子安，谢谢浩瀚，感谢梦辰，谢谢好人好话好心情，谢谢新哥玩抖音，感谢雪花，谢谢虚无，谢谢卓越星辰，感谢嘉陵江，谢谢柚木，感谢耕耘，谢谢晨曦微露，谢谢青云，感谢天意，谢谢管理，感谢悠然入雪，感谢拂晓阳光，谢谢你我他，感谢深大树，谢谢都挺好，感谢自然中平凡等等所有的朋友，辛苦了朋友们，感谢团长红包。那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拜拜，辛苦了家。